Day， 大家好，我是心雨，今天为大家继续来讲解和练习我们缓解腰背部疼痛的方法。此个体式有很好的扭转我们腹部的脏器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促进消化。下面就跟我一起来进行吧。我们进入的话，可以直接从下犬进入。随着下一次的吸气，保持两个呼吸之后呢，随着下一次的吸气，我们要抬左腿向前，来到两手之间。好，呼气，落下来右腿，吸气向上延展。下面这个体式我为大家分享呢，是说很多人是由于年纪大了以后腹部会变胖变大，或者人本身就胖，做我们前期给大家分享的扭转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。那在这里我为大家分享的呢是另外一种简易方法，此种体式可以应用于我们的孕产当中，如果你是一个怀孕的妈妈也是可以去练习的。那么注意我们体式的要点，自然你是可以去健康和安全的练习。首先要保持我们脚掌的推地的力量，脚的内侧下压和脚外后侧的脚背去推地，同时腿呢是垂直于地面的，让我们的胸腔保持好正位髋部平行的同时，吸气将手臂由两侧向上举起，吸气向上，呼气落左手臂来到我们的左膝上，这样子吸气向上，呼气落左手，再次的延展向上，呼气将我们的手臂上方手臂带领的身体向后侧扭转，注意髋没有动，只是手臂带领的胸腔向后，向斜后方，将你的到达你的极限即可。此种体式能很好的开放你的胸腔，打开你的腹部的空间，还有就是腹股沟的位置。吸气向上，还原。如果你可以，可以连续做三组这个练习。